很好朋友掌声鼓励哈。好来，当然咱四姑娘咧，马上马跟咱很好朋友来个请安问候一下哈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祝大家金秋开运好结果，做进出好进财宝，在行善金出的无人生的个人，就请无烦忧无恼，趁钱趁家，扣扣扣，谢谢。好来，谢谢哈。来，当然咱今晚好嘛，差不多接近咱的尾声哈。来，咱一班哈，过来跟咱的车主当司机哈，来咱大名哈，过来个一家奉上哈。来，而且在当嘛，非常感谢着哎杨刚，我的车主当司机。来特别赞助演跟咱平安戏的演出，来伫遮嘛非常感谢着咱后当市长洪武洪武雄大哥，以及咱的蔡当市长蔡水林大哥，以及咱的卢主大哥吼，咱的吴信贤大哥，以及咱的詹当市长詹俊伟大哥，以及咱的汪丽兰汪小姐，以及咱当当市长。陈一东大哥啦吼，那以及咱五当市长，咱的吴承翰大哥吼，以及咱陈当市长陈德松大哥，以及咱五当市长吴春景大哥，以及咱洪当市长洪景成大哥啦吼，以及咱张代表咱张水雄代表，以及咱洪当市长洪礼勇代当市长啦吼，以及咱詹当市长詹树宝大哥，以及咱五当市长咱吴万勋吼，以及咱区当市长区西方大哥，以及咱蔡当市长蔡明杰大哥。以及咱黄当市长黄秋兰大哥，以及咱李当市长李坤明大哥啦吼，来以及咱的陈怀花咱大姐，以及咱的张当市长，咱张丁雄大哥，以及咱的孙当市长吼孙世宝大哥，以及咱的区当市长区英邦大哥，以及洪当市长洪水龙大哥，来以及咱的周当市长周建旺大哥，以及咱詹当市长詹明聪大哥，以及咱蔡当市长蔡新伟大哥，以及咱詹当市长詹俊清大哥。以及咱詹董事长，咱的詹德群大哥啦吼，来以及咱的詹董事，来咱的詹小姐詹秀满，以及咱的庄梦怡，然后大哥，以及咱的詹董事长吼，咱的詹春才大哥，以及咱的詹董事长詹世平大哥，以及咱听董事长听聪林大哥啦吼，以及黄董事长黄志良大哥，以及咱詹董事长詹一伯大哥吼，以及咱王董事长王志勇大哥，以及咱詹董事长詹明宏大哥，来以及咱廖清兵。咱来聊当时，聊前兵大哥，以及咱记当时，李当时长吼，来李文德大哥，以及咱江当时长江一聪大哥，以及黄当时长黄志明大哥，以及林当时长林正和大哥，那以及咱江当时长江武勇大哥，以及黄国进大哥啦吼，那以及咱的曾当时长吼，咱的曾志武志华大哥，以及咱的陈当时长陈信清大哥，以及洪当时长洪友福大哥，以及黄当时长吼黄朝兴大哥，以及咱江当时长咱。张格特哈，一个咱的张德市长哈，张晋忠大哥，一个咱的张德市长张清宏大哥，一个咱廖德市长廖金宝大哥哈，一个咱的蔡德市长蔡松定大哥，一个张德市长张在德大哥，一个曾德市长哈，曾基芒大哥，一个廖德市长廖顺宏大哥，一个咱的陈德市长陈怀林大哥，来感谢咱以上咱所有请出张市长哈，来特别咱的带动咱下岗咱的全台平安夜演出，来共同来。安排到边去，因此来叫谢新闻，带谢新奇。那直接再次嘛，请我们的请出董事长，会当来求财得财，求你哩，会当在你双手大赚钱。嘛，请请出董事长，会当来正财正命来，偏财顶命来，祝你当天天开心，大吉大利又大发财啦吼！来，当然刚再次嘛，非常感谢咱会场咱所有好朋友，来共同来参与到演讲这场盛会吼！来会场当中，来人数嘛非常的多，而且嘛再次嘛要来祈求咱北京的上帝，来一个连接新村，会当保庇咱会场咱所有好朋友，大家拢总会当来平安顺利大赚钱，然后来感谢。来最近吼，我最近个有听到一个笑话吼，什么笑话？有一个大妈伊要坐公车有无吼？坐了上公车，伊阿伊个迄个公车是五零起的嘛吼？啊，五零起的，五零起，伊就背起了，伊就拢对着头一块。投一块哦，吼！结果迄个公车就甲讲诶两块，两块，伊讲诶很凉快啊，很凉快啊，伊讲很凉快。哎，过来迄个公车司机，佮我讲投两块，哎，那个大妈就又跟他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不止头凉快，我全身都很凉快。哎、这个笑话你听过呀？有啦，有啊。啊真的哦、喔，你听你听过吗？啊，你听过，你怎么意思啊？不好意思嘛，对吗？不好意思听你讲啊，不好意思听你讲。安尼你会晓吗？啊，我袂晓，我袂晓拍麻将。啊，好，你刚才我嘛袂晓。啊，我袂晓讲遐。你也要讲遐。我袂晓，我看，我看无啦。我看无。嘿，我吃，我刚才要吃尔。啊，嘿嘿。啊，迄个拨，叮。哎，老黑，我拢未晓，我未晓，跟我同款呢，我嘛同款啊。你的嗜好是啥？食啊，你嗜好，你嗜
春节了，对吧？啊，这种会当穿啦，迄个迄标准型的吼，迄个良家妇女型的吼，迄个什么都不会，是闲在家里什么都不会种的，对吧？对啊，我闲在家里什么都不会啊。啊，我干啥出去外口赚钱啊？你俩出去外口赚钱，啊，迄个出来这工课我拢总未晓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未晓租房，留头卡扫扫。未晓租房，洗衫加干带囡仔就对啊啦。未晓啊，未晓。啊，无要紧，这种后摆过来是较学了，较学了。一个迄个迄个少女，迄个少女拢爱经过一个时期，哦，对，爱经过一个历练啊，历练了，结婚了后，就爱准备踏入迄个迄个。租房干洗衫，咕嘟，租房干洗衫是你讲的，但是迄个那有一种较好的，迄种是免租租房干洗衫，是安尼吗？对啦，踏入那个家庭之后吼，那会当拢食便当嘛，袂歹。好啦，食便当会生呢，真的吼，而且便当有诶无较无健康啊。无，我感觉吼，迄个。煮饭是一件非常简单，会当讲简单，搁会当讲是无简单代志。但是要清灶卡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。哎，真，尤其是迄抽油烟机。真的，你来看油伫遐咧滴咧滴咧吼，烧咧烧咧时阵吼，你平煮一届，你都爱清一届啊！你敢知迄种足麻烦的？对啊对啊。我大家看伊吼，伫遐伊油伫遐咧滴吼，啊，我煮的吼，我都爱搁伫遐清的时阵吼，我咧想讲，为什么烟花啊搁唔甲我寄房啊来？无啦，无你。哇，那个塑胶杯啊啦，啊你迄旅游网你也只爱一只就淡掉，唔免洗啊。无啊，哎呦，迄孔啊有无？新型的，哦，新型的无孔啊吗？无孔啊，我歹势，阮倒是旧型的啊。旧型的，阿伯倒好会换新的啊。我会记你讲，我会记我买一台迄个抽油烟机时阵，伊讲一个月会寄一次。网子吗？啊，网子哦，一个月寄一次啊。嘿，啊结果有啦，买嘞的时阵。诶，买落头一个月，伊寄一届来，伊总共寄内底寄几组，寄六片来。六片，六片，我是讲，伊讲一个月寄一次啊，所以我就做拼死命甲换。你甲换？换到尾啊，奇怪，已经经过三个月，那拢无甲我寄。寄来，我都唔敢换。我唔知使，卡电话客诉我吼。人一摆是寄半年份互你啊？真的吗？应该是吧。啊，无你打电话去客服问看卖好啊。嘛应该嘛唔是安尼讲啊，因为咱若较食煮食的人，应该是一个月迄个网啊，应该是爱足食完。你若六袋，应该很快就用完了，因为网啊咧滴油足紧的啊。啊，不过我感觉我安尼换网啊是有较伤无唔对。有较伤个。我一趟家事敢若用三个月用啊袂了呢。但是我嘛感觉我足食要煮的呢，足食煮一工煮一届啊，一工煮一摆，对啊，对啊，正常的啊。我咧想讲奇怪，当时雅士是雅士雅士的问题，啊是阮家买迄摆迄落雅士炉的关系较省雅士的钱啊？为什么我煮迄落煮十二月份买较淡喔，那拢去当雅士用啊？用未完吗？对啊。真正，我咧想讲，那是加速的问题，还是我买迄个加速炉有生？你用哪一排的加速炉？迄个樱花，就是看樱花呀。哎呀，奇怪，是因为伊唔是省电功能哦，伊唔是省电功能，是省瓦省瓦斯功能吗？省瓦斯功能。奇怪，我咧想奇怪，那是因为我无咧煮的关系吗？啊嘛无可能啊，我嘛一工煮一届啊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啊，互你搁较安怎用三个月嘛爱用，你爱用完啊？是安怎？阮当好迄单啊，使用啊袂了。我唔知，我应该甲夹看嘛，是够够重量无？我无唔知，向煮到一半时阵，无火啊！啊，你要煮的时阵就废话，废话。所以吼，我应该要好好来甲这台加速咯，好好来研究研究一下。啊，我阁上好是打电话来客诉一下，讲为虾米樱花你的房啊袂搞来？嘿，我等足久的啊！我来想讲一个月寄一届，我就拼死命甲换。你甲换？对啊，啊那结果伊暗搞寄来啊！啊，你咧打电话去问看卖？对啊。对，不过即马连假哦，可能你爱拜礼卡才有人接电话。啊，我无我可以上网登录好啊。我嘛是会使啊。上网登录，我应该嘛是拜礼才会甲你回啊。啊，无紧啊，安尼我也是规气用卡电话较紧。对啊对啊。拜年假过卡电话较紧，啊，无你正常来讲是当时才有迄落，才有咧上迄落网址啊。对对对对。啊，因为我会去业务甲我讲一个月上一届啦。嘿。啊，我着收着，我着做欢喜个啊，拍开哦，遮侪片哦，变四面换。一直换。嘿啊，我着逐工清啊，啊清清着甲换，啊着一礼拜换一届啊。嘿。啊，无你看到油伫遐滴做册啊。清个清个。对啊，所以我着一礼拜甲换一届啊，结果换到尾啊。现在没办法，没通换啊！安尼你现在刚过来煮，没啥煮啊！不是，结果我怎，
甲利用，你敢知？我甲蚊仔抽出来了吼，用个吸油吸油纸，吸油吸油纸哦，我甲吸一下吸一下哇，你啊甲油料甲吸无干好啊，安尼就袂滴啊。伊袂滴，但是你看到油滴伫蚊仔，你看到臭啊。对，嘿啊，迄种油脂的物件吼。可能会觉得就很阿杂、啊，然后做阿杂阿杂，干哪？你刚才温本温带温刀的迄个墙壁，我的厨房墙壁的泰卢是大了偌水嘞，是，结果做歹清的，因为都卡油烟了，卡到你刚才我气结，你刚才那我规气叫人过来做一个迄个烤玻。嘿，你说透明的那一种，对，它有很多颜色，我做来做一摆烤玻底下。做了了，迄外好吃的了，都吃起来，都起来啊！只是浪费掉阮家遐泰卤尔，迄贵松松的泰卤就是安尼浪费去啊！浪费掉了，但是上主要是好清就好啊，啊无真正卡油脂，卡伫个细缝哇，本来是白色的，对啊，都变灰咖啡色，黑黑的，黄色，无你煮过会变卡黄的，真奇怪。好啦，即马好啦，来赶紧叫咱来水果娘吼，要来安排一个咱的好听的歌曲啦吼。好，继续安排《车顶水果牛》。好，来继续安排好听的歌曲，来《车顶的水果牛》。继续安排公益歌曲。